大家好，今天是2021年9月1日啊，秋天开始了。今天秋高气爽，天气不错。明天也是好天，明天呢准备去 DB 客服啊 SUP 好吧。好，今这是我是在加拿大 BC 省伯勒比斯卢湖地区啊，给大家汇报一下我的菜园啊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呢，我刚刚把这个白布老右肚角呢给拔了，因为它已经不长了，长一两个我都拔了哈。现在不长了，现在卖呢还好。它是在这儿，一个、两个啊，拔了，好吧，它不长了。相对应的呢，这个油豆角呢就长得不错，豆角看见没有？油豆角这两个。首先看看这根，这根冒到这儿来，啊，这个是基本上是第一代的，啊，关键这第二代，哇塞，你看这么多开的花，啊，长了这么多，接豆角了，你看吧。看见没有豆角？哎，开花的第二代哈，第二代。你注意到绳子上的有这个虫结的卵，看见没有？我都刚才用洗碗水，电洗锅洗喷了一下哈，结的卵，不是那个虫子结的卵哈。然后呢，看这边的那个油豆角，这边是1、2、3、4个是吧？我把这个组织剪了，最大的一个组织剪了，还长了个小枝哈。还有三个分支呢都没有结，他们的结果过了啊，你看就有的了，这个梅花它也结，看到在哪呢？看不清楚，这就看清楚了哈，看见没有啊？油豆角，这个油豆角长得很怪啊，顽强的要出来，看见没有？哎，好，这都是结果过了哈，从这边长到这边这一只到这儿去，这边是新的一只第二代啊。这开花了，看见没有？这结果过了，好，这第二代。好，那边还有一只呢，看那边还有一只，两只啊，结果过了，看见没有？那边一只也是跑那儿去开花，看见没有？结果过了，看见没有？结豆荚了，还长出去，长得这么高，还爬出去了，看见第二代，这也是个第二代，看见没有？好，这边一只呢，这边一只你看啊，这边这儿有一只，这边也长了，这一只看了啊。爬得高哈，这只很怪的一个现象是啥东西呢？我大家看一下，它那个豆荚呢是双胞胎 twin， 好看一下，我也是第一次看见，我估计不知道你肯第一次看见没有？这儿，一朵花开出来，接触两个，还是连体的，还是看见没有？是连体的，希望它能长大哈，看见没有？连体的中间没缝，这个很奇怪哈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过？第二代哈，那结果过，看见没有？我把这个绳子呢，原来是白不老的，把它拿出来给它爬一下用。好，行，这是豆角。那么这个是这个土豆呢，你看现在已经不停蔫了，估计快要它开花呢已经快一个月了，30天了。所以呢，今天太阳，明天太阳，明天的下午，后天的下雨了。所以明天呢，我准备下雨之前呢，把它给收了 ，harvest。啊，这是土豆，大家可以看我未来的一个视频讲怎么收获土豆的哈，收获土豆的。好，你看看这边的 ，OK， 豆角开花了，看见没有？结豆荚了哈。那边好，这豆角，然后讲 kale 呢长得不错哈。好，下面 kale 是长得不错啊，它又是虫子哈，蝴蝶经常来骚扰，结卵。好了，我们看我们西红柿呢，你看。这长得不错啊，目前最大的是这株上面这个，希望它们能够变红早点啊。然后呢，我这边呢小的这几个呢剪掉了，啊，就留了三个果果。这个呢我就剪的更厉害，啊，等会这个呢我上面也剪掉了，看见没有？是让它早点变红啊，这已经三串了，够了啊。这边呢我剪了，这边也剪了，这边基本上剪了以后呢，它长得很快，接着这果果很大，看见没？这也剪了哈，这个呢比较也剪了，啊，这个呢这边也剪了，这边树枝挡着它了。然后这边果果呢，你看这边果果就是说呢，它这个上面尖头连着叶子哈，这个不多见的哈。好，这是西红柿还有一个我插的梨枝呢，基本上活了，你看，但是呢可能也开花了，但是可能比较晚了哈。也就是说扦插可以活，好，
还有一个呢，我发现呢也是第一次看见的，就是很有趣的。我等了半年，等了好长时间啊，等这个，等这个葱不是开花了吗？昨天终于发现它结种了，看见没有，黑黑的种子，看见没有？哎，黑黑的种子出来了，哎，昨天发现的，哎，那我可以把它给收获了啊，它可能有几个已经掉地上，这是那个 lettuce 的开的花，我看也当它自己自然生长吧，开了花结果果，结种子了，要它的种子，收它的种子，我就留了一株，看见别的株呢都拔了吃了啊，这是开的花，看见没有？好，像我的菜园子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，好，谢谢。